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无非是了解这座城市里的人怎样的活着，怎样相爱，又怎样死去。加缪，我是龙虾君，一个有趣的灵魂，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吃喝玩乐。波士顿一直是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用它独特的姿态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着。可是丰满的龙虾君要给你展现的是吃龙虾，去看海 Red Soil 看球赛，打雪仗 North End 的高级餐厅，还有品甜点，肃穆的教堂，极致的美术馆，还有著名的团宠芭蕾舞熊，坐鸭子船，逛公园，皮划艇，游查尔斯河，哦，还有麻省和哈佛，周边还有小霍比特人的南瓜屋，麻省附近的女巫打卡镇等等，数不胜数。除了吃喝玩乐，还有一种奢华你需要体验。波士顿会所占地120英亩，是一个结合了咖啡、阅读、旅行、酒会、艺术鉴赏、全球专线直播和心灵成长等奢华方式为一体的城市高端生活会馆，是可以对接全球奢华项目资源，有效拓展空间的新社交文明。奢华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智慧、财富、人际、品味，艺术是每一位馆长的气质，才华、高级、独特、圈层。我是丰满的龙虾君，波士顿会所，欢迎你。